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的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有关的史实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我们赞赏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揭露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我们希望日方呢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实的尊重中国和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